좋아요. 九十九，对。快跟我开好吧，我已经开了。ありがとう。就不会了。哈哈。哈哈。Vacation 的。更。天哪！会不会已经鼻通了？哎，喝到吗？大阪就是人比较少的，我觉得这很好啊。对，超好。东京是人爆多的台北。我也觉得东京今天去给我一个超拥挤。我没去过，乱讲。我乱猜。但真的很拥挤。
家都很有知识，也很干净，但是就是比台北人还多。耶，很快，快准时了。